是为了挣钱。打泳啊，打什么？什么？没用啊，我投不自己的。这顶的几针最好，这个稍微大一点小的。这个要买多少？这个。这个没有钱。南京的，我想我花头都是在你们南京拿的。这个漂亮的，有两个。这个是当时拿的，我操！你毛这个好逗嘞，你操你个，你操啊！还是哪里买？这个是花的，哪里买？这花，我放了放哪里？这个运气好嘛？哪里买的？南京最出名的一个小吃。